从红龙搬过来和机甲金龙一起住，原本属于机甲金龙的大平层赫然变成了两居室。主织委屈了这条不可多得的机甲金龙，所以我又为他单独定制了一套新家。这是一套出自竹林鱼缸的好奇葩专属定制龙缸，用来养机甲金龙应该够豪横了吧？目前鱼缸已经安装好了，处于洗缸阶段，接下来就是开缸养水，等着欣赏咱们的机甲金龙浮游空中的感觉吧。